杰西，那看来我带还带对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为什么不是害虫？这把这红蓝色方啊，想了想就算了吧，不害虫了。还好我提前试了一下，要不然这坑我还不知道不是智能之法。都将成为成堂证供。快走吧。援军。哎呦，我真敢勾啊！那5-6个人啊，这边杰西啊，肯定得往上走，兄弟们，在这等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他指定是从这边过来啊，所有的人都会抄近道过来，我们指定在这蹲，肯定是能蹲到他。看到没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别人还没吃着，这狼人真搞事儿！这狼人真是能野事儿，你他妈跑人家去干哈去了呢？扎你！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我操！看锤时间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干哈呢？这杰西老年人是吧？别让他锤塔里去，怕他杀不了。闪现平 A 接点燃应该也够呛，不一定能死。看我神威！你这要是回家你就崩了，这你还能回家吗？不着急杀他啊，很快就能杀掉。咱也不知道他搁那切锤子切来切去的干啥呢，玩呢。技能不那技能不费蓝就这么放呗。我送他，我都不给你，我就给这杰西，我让这杰西值钱。哎，那你就得交闪，那你就得交闪。能给本将军把赤兔前来吗？我肯定是不能让他好受。一下子方天画戟给你拿了，快点过来！剑圣搁这呢吧？我自己打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我是真不知道这杰西切来切去的干嘛呢，一天天搁这切切形态。玩呢，切形态。干啥呢？切个锤子。你像个锤子。变锤子加抗性，那你不补兵了。王爷呆了，哎，快回血！哎呦，这都没回上来。
真无语啊。大帐生于天地间，我们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呢？没鞋果然是不行啊。所到之处无人能挡。这杰西为什么不出许神之泪呢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们跟他装备差的有点多。所到之处无人能挡。他已经锯齿短臂俩长剑，他比我多个锯齿短臂，我们是俩长剑。怎么从六分钟开始就开始用炮补兵了呗？哎呦我操！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我服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万马一将在，汉囊取物有何难？Rampage！ 杰西为什么不打你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哪知道这人是咋想的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刀圣文元，他是真是一点他也不会玩这玩意儿。Shut down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不争名符号，唯好解咒。这个狼人，你居然能被这个杰西给杀了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回血，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来把杰西教学，不敢当啊！这英雄我也玩不好。没啥问题呀、啊，兵人感觉能杀呀，点什么信号啊？我来啦，一库尔列，德玛西呀、啊！
感觉有点浪费。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这馅儿他也吃不着，谁到呢？跟狼人赛跑呗，给我追！哎这是干什么？给了我一炮，我一 Q 耳力挑起来套点盐。王者的旗也可以加女神之类，就是随便插，插哪都加。不知道吧？有什么用？戳你们俩，你们又能怎么样？嗯？你咋的？你是我哥还不行吗？我走还不行吗？出点啥呢？来个收集者吧。算了，先来这个。我出门应该叠一会儿一个马。影魔刀，他们就一俩 AP， 不至于。两个 AP， 不至于让我出个影魔刀。W 不能叠吗？不能叠。W 打着野，打着怪了，感觉好像能叠吧？我看看啊。W 你得打着怪，一技能你都不用打着，你就随便放它就加。所到之处。无人能挡。回家往哪回？好闪！啾啾，这剑圣疯了！哎呀，你咋没看住这冰女呢？怎么跑我这来了呢？出个收集者，然后再来个魔切，够没？够了，先把魔切除了吧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魔切收集大青鱼夜印之风。能给本将军把
赤兔前来吗？找剑圣去。 剑圣没在。红 buff 你得打吧？这杰西他妈干啥呢？他呀！ 往这走来，我一 Q 耳裂剑圣，耗点钱，哎，拿个红不介意吧？ 那谁知道那杰西能往右跑啊？他不看见人了吗？他刚想往下走要打人，怎么跑一半人跑了呢？不知道啥情况。 剑圣个鸡木，还有女警来了，还追呀！嗯，其实我挺想杀了剑圣的。 没有到吗？我一 Q 耳裂，吹波扣，剑圣吹波扣了。 剑圣立直了，还没到这种程度。立什么直？立直？给我坐下！剑圣还得打野，剑圣现在上单是真没法玩了，上中全没法玩。给他，其实我想了想，还是给他吧。毕竟他也杀了9个人。 也配得上这一个红 buff。来，我杀他，我杀一走，我杀。 不能让剑圣砍着我们，砍着我们太痛了。好勾，我刀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 苍穹之夜。
没什么用。这个剑圣，我一个 E Q 接个平 A， 他差一丝儿怎么办？够的，我操！ 剑圣搁里边呢。输出为啥不在电刑？因为电刑线上不好打。 错人了，拍鸡摸上面去了。谁给我瞎当了？迅捷伺候，行吧，伺候。感觉不用大青雨，大青雨干嘛？先出夜刃之风。 吃点饭，真香。这倒霉鬼！所到之处。 无人能挡。我这鸡摸，这鸡摸杀几个了？我找找这鸡摸。来了鸡摸，敢靠我？我大呢？我大呢？ 我怎么没大呢？不对吧，皇子大招西地这么长？好勾，这西地有点长啊。 看来我们应该出个德克萨斯木印呢，需要一个圆弧，圆弧也可以。那大青雨不要了，出个圆弧吧。哼，大张生于天地间，欲求居人下。 兵里边挺烦人的，别带本将军闲逛。我就把蓝打了吧，这也推不下来啥玩意儿了啊？嗯，蓝呢？嗯，剑圣是挂机了吗？没挂机，这剑圣怎么看不见了呢？这人。 这么多眼，发财了！哎，剑圣，剑圣先放 Q， 我们再上啊！他不放 Q， 我不好杀了。哎呦我操，他还不放 Q， 那我就只能杀积木了。
干啥呀？ 先把剑圣杀了，别让剑圣动，动都别让他动。就你有闪现，你他奶奶的，操！给我杀！我去，万扎，闪现，加油！ 游戏没结局吗？游戏没结局啊！剑圣指定得去那红霸，我们赶紧去找他去。 兵女，兵女来了，兵女，别急啊，别急，没人呢，为什么瞅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瞅？瞅这一眼到底是要干什么？ 我操！死！<音>